我的天哪！我只是先说一下他说的抓的那个 character， 就是他那个角色。我想问一下，他是不是要做宇宙大虫子？宇宙大虫子？What? What? Universal bug? This one I inspired from the movie is like Bellman because they don't have eyes, they have eyes here, so it's like they look. Oh, 还在摆呢。我看他跳舞，就是那个慢的动作，其实更难跳。可是我觉得你的那些 slow motion 啊，非常非常的啊到位，非常厉害。哇！Because like for me, like when I watching like Papa, they on way like pop the technique, the funky, like everybody know. But for me, like I want bring another thing from popping is animation, because like I wanna bring everything around me go to my world. It's sometimes like when they do like slow motion, they just slow like that. But for me, when I do slow motion, I 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It's like I imagine, I slow everything around me. 啊，表情也表情也慢啊。难怪啊。When you talk, we can like. 连闭眼睛也是笑，哎呀。哇。Everything like because I wanna bring the real thing go to the dance. 哇。等等。MP Pop 的作品把 popping 的另外一种纯 animation 的形式给打开了，让大家明白啊、哦、popping 不只是 popping style、还有 animation style。 好的，四位队长请在倒数后做出本轮的决定，三二一。应该没给三票。确实我这次跳得很棒，但是我确实我想给这边的舞者更多的一些机会，我怕这个毛巾真的到后面太激烈了。感谢庚哥，真的是。对，所以庚哥这边啊，庚哥这边啊，我可以试一下吗？我这个看了很多很多期，我想说一个那个。快点！这怎么说呢？这怎么说呢？我还好想挑战。对，你帮了我大忙了，你知道。来，再带着情绪啊！来 ，action， 有，还有，再来一次，看，突然间开始 action， 那没有点 ，OK， ready，OK， 没有人 ，action， 有没有人不服？有没有人不服？哦，有没有人不服？他没法考，这音乐太他的风格了。他在全世界跳这种风格都算很好的了，他就是跳这个出名的。我服了。他不服，他是小海豚嘛。有的时候呢，头不能太铁，撞着头过去也不太好。Music。好的，四位队长，请做出你们这一轮的选择。OK， 恭喜 MT Pop， 这个歌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要重抖一下，不能重抖一下，不能重抖了。
其实这个上来 call out 的人也很难，因为这个音乐太平了，一直是保持一个旋律在的，所以说要把舞蹈编得很满，就是很有故事感，要有起伏，然后有瓶颈在的话会显得更好，如果没有想好的话就可能真的很难跳这个音乐。其实这100-49这赛制还挺残酷的，所以很多有几次我们是给了有 call out 的一些机会，但确实在这个下位区的一些舞者有可能音乐从来没有听过，所以对他们挑战还是真的是挺大的。有没有要 call out 的？3、2、1。哇塞，哇，那么多啊。好的，四位队长，3-1，恭喜11晋级。我觉得你有点着急啊，刚才音乐心里想的这个拍子是对的，然后一上台就非常紧张，然后就乱了。有没有人不服？天赐。那我们恭喜看板板晋级。我就是想说，想赢的心大家都有，但是只不过要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思考一下的。就是作为我们 call out 的时候，这太难了。在表演作品的那边，首先他们都是赢的人，所以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说，其实他们的实力都稍微要更强一些。面对那么多大神，然后你还得跳他们的音乐，所以就是难上加难，但是这一轮真的太难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马小龙，他数次获得 Arena 亚洲起舞大赛 WOD 起舞大赛总冠军，并在 WOD 洛杉矶摘得世界最佳主题奖。马师，四位队长好，我的名字叫马小龙，来自成都 Hello Dance， 我可以开始了。哦，好。加油啦！马师，哎呦，马师傅，小龙，我一直都是很喜欢他编的一些东西，包括第二季的时候编的每一个东西，他都有自己的一些内容，编的这个作品会直接击打的人心。因为大家一看到我就想哭，一看到我跳就想哭，就是我想打破这个大家对我的这个印象，就是其实我不但有悲伤或者是柔情的一面，我也有非常刚的一面，就是正一身正气的那种刚。期待。好，音乐。下棋，立。六合之极，盘中为臣至子，只求东南西北之调和也。吾辈
落子无悔。落子无悔。我这个行，我。他手拿的是围棋，围棋，他什么时候拿出来的呢？对，他就可能什么时候拿出来的呢？哇，变魔术啊！好的，四位队长，在我倒数之后，请做出本轮的选择。三、二、一。耶！来拿毛巾。我有个问题。嗯，最后那是怎么编出来的？啊，其实就在口袋里，我在过程中一拿。哦，然后刚好有个词儿叫，东南西北之调和也。调啊调，调出来了。落子无悔。哦，这个是太顺了。就是他刚刚那个古琴声音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来了，国风街舞，然后把中国的传统音乐的这种声韵啊，包括这些舞蹈放在里面，就觉得哇，浑然天成。然后表现的所有的东西，最后讲的是一句叫“落子无悔”，哇，这个太狠了！谢谢队长。落子无悔了，这个棋魂。围棋它是一个有棋魂的一个。有布局啊，棋魂，你的身上有武魂，说这两个结合的特别特别棒，你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了。因为我其实从来没在浙街的舞台上跳过国风，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想说跟国外的友人分享一下，因为围棋是我们中国发明的嘛。对，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一句话没有，叫摇造围棋，骄子弹珠，围棋就是这么出来的。我自己平时除了跳舞之外，我还是挺喜欢下围棋的。就像刚才大家听到有很多一个字一个字的那个，其实就是围棋里面的专业术语啊，定、立、调、挡。阵、冲、挂、断、挡。